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十号在青岛接受媒体采访，介绍了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成果。据介绍，同以往的上合会议相比，此次青岛峰会规模最大，级别最高，成果最多，创造了一系列上合组织的记录。上合组织现在已拥有八个成员国、四个观察员国、六个对话伙伴国，经济和人口总量分别占到全球的20%和40%。帝国集团会议，特朗普找到。在习近平主席主持下，上合大家庭的各国领导人共同回顾了上合组织实际走过的步。那个特朗普他，并且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。领导人合作文件也是立即。